三只牛堡，我爸包了三包了，四包了，我包了，我爸来就能包个小的。虾子好了吗？来，我包的，五百块，七包。七包五百。五十多包，十五包。来，我爸，来就这三包的，来就牛肉三百块的，最后一个客人，这上面很多水果，对不来三包的，煮个豆腐，三包包三只牛，三百块。只要吃才吃的，赶快买一买吧。大姐，来三包。还要出价，这样还要出价，还要出给。不要命！咱还没吃三包来，咱今天会啊，老鬼去了啦，对，会来会补的。咱海关直接来三百块来，我包邮。好。来三八三八，金龙哥，你要海关什么？这个没管。这个几块？有利没有了吧？还没料哎！哎，海关只要三包，来三包。海关我们要几个人？来三包人，都包了，大哥都来，方便拍个记者啊。过来，再拍个记者。但刚才那边我们赶紧，我这个我要走的。我拍个记者员。不用。过来，来。来过一套，不要过来。来，大哥，什么东西没有拿到的？还是你需要什么？虾子吗？有啊，刚才有多一包啊，你没有拿到啊。虾子在那边啊。我有多几分，又有多几分，对啊，蛮不给的呀。方便，我们可以蛤蟆，我们可以留啊。回来，回来。蛤蟆，你要啊，蛤蟆，蛤蟆，不要了，不是不要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多几分。刚刚的虾子还没啊。虾子。对啊，你要买虾子，对啊，有料的，几万块的。啊，我有包啊。虾子，阿弟宝贝呢？对啊，阿弟老款了来啊。虾子还没给我，本来要走，不好意思，忘记包。啊，还没有。你今晚是后边是安怎啦？对啦，无三个对啦。啊，拍我。是不客人啊？是不下班了丢啦？来过一半，来过一场，我包的。又跑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熊熊忘记包了。来这一套的花露，每次只要给板娘包。这一套的花啊，这样子我丢一桶。我用纸巾来垫的。都要大东拉西的。这一套的花，给他背进背，做游戏啊。我好做游戏的，赞美你，来来花露。我就是那个家的这一套的花。他就帮我包厢。来，我发对卡。来，我发对卡。几公？一几个米片？几公？一公分米片？不能三七二那个人来我发，这样帮几包？这个冬天，七二楼七八，七八来三包，三百块来对卡三八分，全台绝对来对卡三八，当时就对卡三八分，然后。九九六三八六，多少？哇！好，下次赶快包起来，下次。对吧？来三八六，来你三六六六，对吧？来三百块，三百六六，对呀，三百六六，来三八六。对，八块六六不管，来三百。对啊，不需要。哎呀，这三百块你直接是用票票啊！你讲，我发的不要钱，来最后两个来三百的，完了，快点到位，先等一留一人来三百。你真的快闪死了！这边是，今天家就走了。回来啦！你那家，这种规则吧。你一个人吃吗？应该吃很久吧。直接出力，感觉啊。分两包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再抱起来的一个，三百吗？太重了。啊，太重。来，啊，包鱼的大包，两个小包。没有，哪有鸡？好的，虾子好了吗？没动不起。快点，好多人都在等虾子。来，两百块出来。来，去包个傻鱼。来，几个人等包？包鱼的大包的。我要你几个请个弯了，不请弯蛮好弯的我，我等他就五年，弯了八，直接当绝对的包五，等八分五啊，
好啦，谢谢。还不能休息，因为很下次还多，还没有给你们。那个鳕鱼桃粥不是先交一点点吗？鳕鱼桃粥你拿去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一点点呢。还有一点点呢。还有没有？那你不是你有换枪支了？鳕鱼桃粥是没有了。是吗？不是的，就是有那两年。啊，回来哈，今年刚包两来，来柠檬猪腿排的包，不要老啊。什么猪腿排？那鱼三、鱼四、鱼五，来两包，再过来。不要，来就给我三瓶，来两包的，再听。没有吃过哈、哦。谢谢。烤到一半，我就直接现场。好了，来下次，然后再给他们了。我早上去修的完，对，当六分了啊。各提三分钟。来下次谁的？好啊，就不变啦。来下次来，下次你拿，不好意思哈，拍写拍写，我要给你包。我要从一包两来三包，能包包的来，一包。嗯，好了。来，阿哥吃蒜鱼来三包的。对啊，你啊，你拢在等你呢。在等我。你收的啊，我。我要求，我要求这箱。在等我干嘛？在你收打。你要打针诶，打针。在你收打。嘿嘿。打好，别走路。出去啊！嗯。都是顶烧的，都得开。来三八。哪边？我喜欢来三八包啊，给你算你三八的。白球球球的，算你能发过来，不要改成鳕鱼。白球球的，算你能发。能发，算你能发，算你能发，算你能发的话，那就行。来，休息了，来能发的。那我媳妇都搞别的话能发。一二三四的客人都没有了，来，不要再过来，再别那个了。来，起来，起床，来能发过来。能发的热不冷？鳕鱼200块。不好意思的，各位，来个大分。走。哎，又不难哈，哎，因为你也不跟跟表现，我有这样那样的跟你讲，所以我有点那些困难，我有现在就在不说话。刚刚我前面的钱你拿走的吗？我还在吗？什么东西你要吗？等一下。把房租、房租都不要了，收了。这个价格都高很多，价格特别哦，好吧，它包起来啦，200啊，然后很多出，不啦，多大箱子，好了好了，那就到这里了，走吧，哦，谢谢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谢谢哦，今天到此为止了，谢谢大家，还是你们电台啊。哎、欸，这个虾仁是谁的啊？你要煮吗？灯台。不能灯台，我不煮啊，我不煮。这虾仁是谁的、啊？走过来。来三八十斤包，你要不要给我刷呀？你要不菜我来能包，十斤包两刷五，好吧？我大包。大黑呀，大黑呀，大黑呀，走吧。北黑呀，阿哥刷五，七八十斤包，我包了400斤。好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真的要休息了，不能再卖了。嗯，光钱给你收用了。那你给他大哥几？不能喝几个材料呀？好吗？能办就办了。我可以喝。能办。还可以能办的，来阿妈妈去办喝喝。来三来六六，来你两个六六都能去哪里了？来去办都好，办的就租了。来去办了。好啦好啦，多一个啦，多一个啦。啊，你要做啥？我做一个。啊，下班你做。啊，做一个做一百。我只能买多少钱啊？准备600包了。包。老板，快点！老板，我准备600包了。收了。我要包啊！不包啊！不吃包啊！哦，这我都吃不下了，你知道吗？
安尼处理你有意无？好，谢谢，明天见。感谢各位弟弟妹妹。来主持，主持，主持，主持人。我是主持人，我是主持人。好，安尼谢谢啦，谢谢，明天再约再来啊！感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啦。我是快进来啊，明天再做人搞定。有一种菜丸叫三丝丸吗？有一种菜丸子叫三丝丸吗？三丝卷呐、啊，没有三丝丸呐、啊。三丝卷啊，三丝卷。菜丸子。哦，台湾是有啦，三丝丸啦、啊。三丝丸啊。三丝卷。菜丸子是什么东西？他就有一个人就问，怎么有一个叫什么三丝丸？不知道。三丝卷、啊、有啦，有三丝卷就有三丝丸。像是，骗你的，骗你的，对哦，各位各位，麦哥搞啊，全面听啊，好我卖啊，我安尼就卖完啊，卖完了，麦哥全面听，这样子，我靠，这可以吗？他不要再问有什么新菜单了，这可不可以？外面今日全部买一条，算你厉害，我搁上上面叫你吃，新菜单，我一次多多了，我一次要叫三四间的厂商。可能给他量比较少，不好看，成本，赔谁呢？所以一次叫了三次箱，叫起来都。我听你外送婆，我听他是广的。你叫谁拿半年？高铁阳。搬来啊。上来哦，要送哪里？我说你先随便站。200个，站先帮我按上去哦，还差三个，先帮我按上去。我要叫三箱啊，三箱都在旁边啊，旁边。我每次叫司机哦，应该。哎，我行啊不？好。那我表示要小女生。那个、那个、那个说他的商品性太多了。按赞，按赞，爱你们。来，给娃娃说 ，Hello 娃娃。Hello 娃娃。你有看过娃娃对不对？有看过一次。看过一次。青四五的时候。娃娃，跟你打招呼了。嗨 ，Hello， 你如果有空回来看同播啊，你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今天没有人说要结束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们在十秒后关播，我自己录进啦啊。来，我给钱，我不敢给钱，我告诉你，我剪新发型。来，这样子。哇塞！好啦，帮我们按赞分享下去哦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啦，我准备关播了，拜拜。等他给我找，我找箱子，等一下哦。我们那个最重要订阅，好不好？订阅比较重要。要开启小铃铛吗？要开启小铃铛。叮咚。开启小铃铛。你那边叮咚，这边就有叮咚哦。好，我在五秒后关播哦。我要给他，我要给他。哦，对。三，换不好吧？我们这，我这边我们这主播啊，他无钱买袂定水啊，钱买袂定水，他无钱。二，一，主播吼，跟他吹水。拜拜，关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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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煮那个惠东粉，去用那个好点惠东粉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换那主播，换来他打滚。会东粉，就在东台样子。